我要是跟那儿离婚了，你还是不是俺妈？嗯，因为啥？他生孙子了呗？没有，就是因为别说了，都是因为他。再上点儿。28个宠儿媳的好婆婆。嗯，问我这苹果可甜了，你尝尝。你就别嘛，你吃过了，你好吃了，我戒逼。那咱俩谈恋爱时候不都是吃一个苹果吗？咱俩结婚能长这样，长没那感觉？再说，你看你现在长啥嘴？我爷爷和媳妇也不是我说你的，那你吃过苹果，你回在家可吃啥嘞？你妈，那外边不正想和你吃一个苹果一样的吗？你回在家好吃啦？你说啥来嘛？不嫌弃你穷，你也嫌弃他嘞。等到哪一天他和别人吃一个苹果的时候，叫你哭你都找不着地方哭，我天天疼你。你别笑。我都喜欢吃，你吃过了，我不对。你两个刘老板，让我搁家看小孩啊？小孩呢？全让我卖了。睡着了，睡着了。啊，你可知道啊？我才是你闺女。那你儿媳妇啊，我知道，你没听人家说吗？啊，再当儿媳妇熟了，再好的闺女走了，我到明年纪大了，有点啥事我知道你少嘞，要不给你送个信你都不知道。还是儿媳妇亲妈。看来我真是假的，我去找俺亲妈妈，拜拜。走吧走吧。老公，我饿了，我想吃锅包肉。嗯，没看见我在玩游戏吗？张嘴就来，你当我是公的呢？不去。儿媳妇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们结婚这么多年，他啥脾气你不知道吗？走吧，去。不去。去就去呗，使那么大劲干啥呀？儿媳妇，你记住了，我这儿子，他不是声控的，他是触屏的。他是触屏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妈，我记住了。小朋友，是否也很好？老公，啊，你拖地去，把地拖了。对不起，我从小接受的家庭教育是不允许我干家务，这是原则。你一个幼儿园毕业的，你有什么原则？找我干啥？我没原则，我就算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吵架回娘家去了，妈，你打我干嘛呀？等我打完电话再回来收拾你。儿媳妇，你回来吧，你怎么那么怂呢？你不能打他，你不能挠他吗？你不能好的讨好吗？儿媳妇，你回来吧，妈给你成药，他再敢欺负你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，看什么看？跪下！哎呦我的妈！看你的怪气！妈，你都吃了饭了，你咋还跟他走呢？哎，我都想着你没吃饭，回你走了呢。我不饿呀，我不想吃。你喊俺你不饿，一天都没吃东西，吃饱就去人家看到。啊，我跟你爸吵起来的时候，我从来不亏待我自己。妈。啊。我和小雪做了个检查，人大夫说小雪有先期症，可能不太好怀孕。不太好怀孕？嗯。那能不能呢？有啊。就说概率特别低，概率特别低。嗯。哎，那你那啥玩意儿？那你告那跟那也白上火，那玩意儿就顺其自然吧。那要怀不上咋办？就是怀不了咋办？那怀不了就不要呗。不要小雪啊？啥玩意儿啊？不要小雪？你看你这个人，哎呦我天，你怎么听的？我说怀不了就不要孩子。那你和我爸不一直想抱小孩吗？哎呀，我和你爸是那人岁数大，他都有这个思想。我告诉你儿子啊，你可不能有这个想法啊！那玩意儿，你得就是小雪不能，就是不能生的，即使不能生的，你也不能对小雪不好啊！告诉你啊，那玩意儿怀不上就怀不上，咱就不要。那俩只要那俩好好的就行，你必须得对小雪好啊，别到时候就以后拿着这个话，小雪不能怀不上孩子，你拿着话刺激人家怎么说人家，那个坚决不行啊！我告诉你，怀不上就怀不上。
你必须得对人家好。我和你爸你不用管，俺俩都能想开。现在啥都啥社会了啊，这还有想不开？只要咱俩的，咱俩过得好，咱俩幸福就行，比啥都行。你不用管我和你爸，我和你爸俺俩都想得开，俺俩的。哎呀，我天哪，这现在还有啥想不开的事儿啊？这是咱说的，这是一小雪。要是比如说是你呢？人家你老丈母娘呢？人要就是别的姑娘不和你过了呢？你得咋想？是不是？这玩意儿就得拿人心比自心，儿子哈，你就记得，咱得讲良心，什么事儿都得讲良心，不能那么自私。老公，我刚买的面包。闭嘴！天都早吃死一毛钱就过了，三年够。你着急乱拆人，你跳房子吧！咋的？发疯了？啊！你看我项链忘了没？闭嘴！我跟他开个玩笑，我开玩笑，我开玩笑的，我跟他开个玩笑啊！嗯，冬燕，他去哪里？妈，我想回娘家了呀。咋的？想家了吗？那我穿褂子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啊、你咋滚？耍赖你能咋了？回娘家？不是，秀姐不怎么说你，哪个不都说你两句吗？你至于吗？就是了呀。那再说了，那这个家不都是你的吗？嗯。哎呦我的妈！哦，嗯，是这个意思不？你不是个啥坏东西，我跟你说。哎，你打嘞，打嘞，打嘛，你打一把，打一把，你打吧，来，打一把，你打一把，又拿来，拿了，又拿来，打一把。看你赶回来，你打打哪里？你打去，你打哪？打边，有本事打过去，你打一把去吧，打一把，打一把，打一把对呗。哎，你天天你打了你，你不干活你还打狼呢？嗯，啊，是不是 ？What？ 吃吧吃吧吃吧。哈哈哈吃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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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，他原子味的，原子味的硬的，你吃他吃不成，你也吃不成，你也吃不成。吃吧，来来吃吧，猪鬼的天天你。你脚能不能不往我这伸了？我不冷吗？那你冷我也冷，你伸我的那不我还冷呢？拿一边去。那你就过来呗。那不挤的吗？不爱去那边儿。啊，拿边儿，脚拿一边儿去。你记得什么呢？我搁门口一整一锅听半天了。没有，咱俩唠嗑呢。你怎么能在唠嗑呢？啊？不是男孩儿，不是那个女孩儿跟你图啥呀？啊？你吆五喝六的，那脚俩给呜，你瞅你那个熊样。你是干啥的呀、啊？我是干啥的？你说我干啥的啊？就你爸，我听你爸这么说话，我一个大背摔。就你这，哎不，下来来，不用不用盖了。你冷吗？不是冷不？不许出去，是冷不？啊？儿媳妇背全背全捂上，背全捂上。好嘞。还冷不？啊？走漏子呢？还冷不这回？站起来，站起来了，老婆，还有话没？还有话没？上去捂脚去，捂脚去！惯你臭毛病呢，跟你还图啥呢？你一天捂嗷的，也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还跟他吵架，你还凶他？他一天到晚忙的，从早到晚带小孩，还要照顾我。你想过吗？你有理解过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说的？啊！你在外面你不闻不问，小孩这么大你管过吗？生病那么多那么多次啊！石头剪子布，妈当裁判。石头剪子布，输的吃。你不让我当裁判吗？想象的太不明显。
你不管你呀、啊，你这么大眼了你还天天耍小孩子呢？你就让我从电视台一见了，他走回家，走回家，干啥干？你快回家。干啥呢？我的妈，妈想你好几天了。受的委屈，妈心里都明白，因为妈也是女人。那是吃火锅去的，吃火锅你要感觉心里还不舒服，咱今天咱就去住宾馆去。你看妈啥都给你带来了，啊，带那个充电器，只要有妈在，你什么事都不用怕。这吃火锅，你啥火锅？吃火锅，孩子家不管了，没今天不管，让他爸管。来，今天啥管？咱就吃火锅，走。妈这是你的事，妈。打完上去谁？妈，儿媳妇俩。我给她吵架了，她回娘家了。有人。来，哎呀，老汉子，哎，滚！打完了，还老汉子。哎，妈，这还真是老汉子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个真是，我搁家做饭不就行了吗？哎，你抱小孩子不得劲，我没来抱了小孩做饭，我都难为的掉眼泪，小孩也哭，我也哭，我吃我的苦，我可不能再叫你吃了。我就凭你这句话，我跟你说，我不要恁乐都得要你。这都是你我洗的衣裳啊，这都是你我洗的衣裳。嗯，咋了？那背上的都洗成黄的了，那被砸了砸了。谁洗不干净自己洗去。What？ 我自己洗，我娶你回来弄啥的？你说娶她回来干啥的？你说娶她回来弄啥的？啊，她下班回来还得洗衣裳、做饭，还得看孩儿。你说她娶她弄啥的？天天你下班回来了，你跟大爷一样，天天你出轨的不行，你再不打她，你是不是我呼死你？啊！老公，我肚子疼。去多喝点热水。嗯。不要，妈呀，这鬼啥呀？你这干嘛呀？太难受了。喝点热水就疼，喝点热水，疼，喝点热水还疼吗？能不疼吗？你可记住啊，你媳妇以后肚子疼，少让人家喝热水。渣男，渣男！哎呦我的妈！吃饭能不能消消声？现在疼死妈也死的。有人。妈，你管管恁儿吧。咋嘞？天天不是钓鱼就是喝酒，朋友一喊马上走，家里啥事也不管，一觉睡到两点半。哎，这男人啊，他都像那一棵树，气儿老要带照顾，整天工作忙不停，围绕在那个大家庭，偶尔忙中偷点闲，莫要把他管太严。咦，妈，你这都是偏激，恁儿说了非要跟我离婚不中。七岁女儿，媳妇是我娶的，她只有生物权，她没有退货权。你看我怎么知道不起？你别笑。咋的呀，媳妇？吵架吵输了？来来来，先吃点饭，来快来。儿媳妇，刚才你俩吵架，妈都听见了。你是没发挥好，你是没发挥好啊！吵架不得翻旧账，提前女友，实在不行咱们收拾行李回娘家。当初你老公公就是被我这么收拾服的，收拾服的。妈跟你说，儿媳妇，吵架要头脑冷静，思路清晰，这样你才能赢的。先吃饱饭，继续跟他吵。妈给你带孩子，宝宝走，跟奶奶走。儿媳妇。加油！加油！哎呦我的妈！马婷婷，你看看，那背孩子的，人家都在那围着桌坐着吃饭，他得背着那孩子，自己带着孩子，吃点饭都吃不松懈。我那阵儿领着一个，抱着一个，还得干活，一个人带孩子可不容易了。那您那个妈还老抢着给我看孩子，还让我生俩。那么你说我的苦我不能再加在你身上啊，我受过的一些累我觉得不应该让我儿媳妇再重复。我不是帮你带孩子，我是也是帮着我们家，帮着我儿子带孩子，不是光帮你一个人带孩子。傻闺女，别照着，快点吃肉，咱赶紧把这肉吃了。您吃吧，我不吃了，吃吧。
妈，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。咋了？我跟王恒要离婚了。啥？因为啥？你俩吵架了？没有，就是过不下去了，就。就他不给你买包，不给你买衣服，妈给你买，妈给你买，不是包的问题。那啥呀？感情淡，你懂吗？感情淡了，真的。行，我懂了。你等着。是这是这是。哎，感情不和，淡了淡了的。走，拿走。我要跟你离婚啊！你走吧。这里拿，给我吃。去去去去，走走走啊！